I want you to know, because I will love you with my soul. 不安分的灵魂全由我掌控，紧握方向，爱你从不失控。未来的旅途就让我陪你一起走，我十足的马力，爱你绝不回头。不管遇到啥阻碍，在爱的道路中，我爱你不打动。没有，那为什么会跟嘉宏姐晒那个 IG 的合照？没有，我去力宝赛车，然后他刚好去拍那个姚元浩，他的粉丝、啊。我喜欢打乒乓球。所以如果全明星三来找你，你会参加吗？啊？不会啊，不会，因为我体能不好。所以全明星三有来邀你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会跟嘉宏姐晒那个 IG 的合照？没有，我去力宝赛车，然后他刚好去拍那个姚元浩，他们是红队。所以你跟小杰私交很好？遇过两次，他的粉丝、啊。我喜欢打乒乓球。所以如果全明星三来找你，你会参加吗？啊？不会啊。不会，因为我体能不好。全明星太超了啦，我们参加极岛冒险就好，沒有，三个人都想当来宾吗？没有啊，对啊，真的很想当看来宾。既然是江宏杰的粉丝，你能跟徐元爱看冒险？看极岛冒险吧。对啊，看极岛冒险，看极岛冒险啊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爸爸也不知道你们是一个团体？知道，他知道啦。意思是说他不知道，我们好像他不知道我们好像不是来拍实景秀。对，其实我们在里面是扮演一个淑芳阿姨的儿子的角色。嗯、我们三个人故意设定，对，故意设定三个人。是谁先开始？淑芳阿姨开始的，是吗？然后我就间接的接招，我就说，哦，淑芳阿姨，嘿，洋葱就在刮掉了，然后掉懵瓜了。就淑芳阿姨来三天，我们三天都在讲赌博的东西。我们拍完，淑芳阿姨会问我说，哎，今天我在抢不？我偶尔。金轮游戏没有没有，他带了一个包包来，哎呀，带一个包包，对，他就带一个包包来，他很自然，就是他没有带行李箱，他自己一个，他一个人来，自己开车，我知道，开车来，然后就拿一个包包接进来，莫名其妙开始，没有彼此聊到恋情，感情没有啦，我们那个节目是友情呢，对啊，没有私下谈心之类的，没有聊到那么深啊，我们因为我们很认真，就是。全身奉献于这个节目，敬业。